阿美，说实话吧，啊，这么早起来，7点多钟，你什么动作呀、啊？什么 body language？ 啊，说什么呢你？金枝万岁！干什么呢你？哎呦，干什么呢，阿美？嗯？看好奇呢是吧？我们小的 DV， 这是摄像机，是吧？哎呦，你今天多大了？今天我们已经10个月，哎，我想10月11，那就10个月04天了。啊什么呢你？做鬼脸吧？干什么呢你？每天早上给我瞎捣乱是吧？这早上起来7点钟就起。啊什么你、啊？表情还挺丰富，干什么呢？咱逗逗玩会儿吧。说实话，温姐那个 DV 还说呢，说她马上要站起来了。其实我们已经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是吧？好没？阿姨走喽，万一要半个月以后才能回来呢。干什么呢你？嘿，这儿，来，阿姨走喽。嘿，跳舞呢？来，给跳个舞啊。你也不说话呀，跳舞啊。没有没有，我看。流哈喇子了是吧？